本是温泉之国，相传许多特别的泉质更具有治疗疾病的效果。其中碳酸泉更是大量被应用于帮助末梢血液循环不良的糖尿病患。那就是把患部呢泡在碳酸泉里面，让碳酸可以进入到微血管，那将微血管扩大，血液流量增加，那就会呢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。天然的碳酸泉并不多见，有业者细心研发迷你居家型的气泡产生器，可以在水中打入相当多的 CO2 气泡，借由气泡平均附着在皮肤上，一点一滴的渗透进微血管，在家也能轻松享受碳酸泉。南瓜子、亚麻籽还有黑芝麻通通给它倒下去，不到几分钟，随着磨油产生的残渣被机器吐出，另一头新鲜现榨的油也一滴滴落入集油杯中。为了健康，食安风暴后，民众对每一滴油的来源都不敢掉以轻心。自己用化学浸出法做出来的油呢，它把里面的营养成分全部都去掉了，因为你经过高温跟高压又经过六脱，除非你用的是物理的压榨法，它是冷温的。原料看得见，榨油机不仅榨出了健康，更榨出了营养跟方便。